原标题，唯一一位担任国防部长的上将，又是首位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者。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唯一一位担任国防部长的开国上将张爱萍。不光如此，他还是首位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指挥者。可以说，在张爱萍将军属于文武双全类型的人物。在红军时期，张爱萍将军任过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，抗战曾接替牺牲的彭雪枫担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。当时新四军其几个师都是粟裕、张云逸、黄克诚等等大将级别的人物。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张爱萍同志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。要知道，当时华中军区还有一位副司令叫粟裕，可惜在后来的战斗，张爱萍头部负重伤，后赴苏联治疗，直到1948年底他伤愈回国。回国的张爱萍担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，指挥过攻占伊江山岛的战役，也是我军历史上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。为打下伊江山岛，我军集中了约一万人的强大的陆海空军兵力。在这些士兵中，有参加过朝鲜战争的20军60师178团，还有高射炮兵1个多团，海军第6舰队，空军15个大队又1个中队，作战飞机近200架，浩浩荡荡开向伊江山岛。当我军军舰也逼近到离岸很近时，炮弹直接轰击岛上的阵地和碉堡。至此，伊江山岛和大陈岛敌军都是被动挨打而毫无反应。不久，张爱萍让解放军进攻部队在伊江山岛登陆。在海空军火力的掩护下，进攻部队仅35分钟就抢占了伊江山岛主峰，指挥官王生明被击毙，副指挥官王辅立被俘，伊江山岛完全解放。岛上敌军1086人被全歼。1982年11月，张爱萍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。要知道，前四位都是元帅级别人物，分别是彭元帅、林元帅、叶元帅、徐元帅，而第五位是耿彪，没有军衔。第六任就是张爱萍，因此张爱萍也是历任国防部部长中唯一一位开国上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